就是比较重听啊，白内障是吗？青光眼？呃，可能是有某些疾病吧，或者是说常常耳机听太大声，也许会造成听力的受损这样子。杂音，嘿，噪音。白内障好像一般是年纪大的人比较容易得到，那好像会视视力会变模糊，然后会有一个白色东西把它遮住。乐活夜学堂，台湾好健康，大家好。 我是台北医学大学附设医院护理长朱冠玉。视力模糊以及精力减退是银发族常见的眼睛及耳朵的问题，也会影响到日常生活功能以及生活作息的安全。所以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两位是台北医学大学附设医院眼科黄隆珍医师，嗯，大家好。以及耳鼻喉科洪世涵主任，大家好。今天要来跟大家谈谈有关于银发族常见的耳朵及眼睛的问题。 那我们知道耳朵哦是听力的一负责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掌控的地方哦，也是当做声音传导一个通道。那就耳朵的构造来说呢，可分为外耳、中耳跟内耳这三个部分啊、哦。那侯主任，这三个部分呢，各有什么样的功用，以及对于听力有什么样的重要性？是的，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尤其是对我们英法族的朋友来讲。我们一般来讲，如果看到这一个图上面的一个秀出来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声音的传导最开始就是从我们的外面这样子传进去。 所以外面的这个耳壳到外耳道的话，就负责了去捕捉你的声音的这个音波。那这个东西传进来以后，接下来就是到一个所谓的耳膜，哦，就是呃所谓鼓膜，有人这样说。那鼓膜的话，基本上就负责把这个声音传导，经由中间那个蓝色的那个图上面绣出来那个小小的听觉的传导的一个小骨头，把它传到所谓的内耳的结构。 那图上面，大家看到一个像长得有点像瓜牛那个紫色的那个，那个就是所谓的内耳的耳瓜，那一个部分来讲，就可以真正把一个震动的讯号传递成一个电子的讯号。这个时候，你的神经所听觉的神经就可以真正的去感受得到，那这个讯号被你的脑子也可以接收得到。所以，这是一般来讲我们常见的可能，呃，一般的路径会走的这种听力的传导是。那听觉是如何产生的？就是说，我们是如何能够听到声音？ 一般来讲的话，听觉以一般的任何一个物体，它的震动都会产生一个声音。那如果说我们人在讲话的话，其实最重要就是我们讲的声带。当然还有很多呃朋友在街上会遇到的这个马路啦、啊，不管是摩托车或者是汽车怎么样，他们的引擎声音会发出这样的或者路面的声音都会。那这种在声音里面的传导都是以震波的形式来进行。那刚刚有讲到，如果是外耳道捕捉到的话，这个震波。 陆续的传进去，经过耳膜进去的话，传到内耳，那我们就诶、欸，我们的脑子就感觉到有这样子的一个讯号进来，我们就真的听到这样子的一个声音，大概是这样。哦，所以说，如果我们长期处在一个高分贝的环境之下，对我们的听力呢也会有受损的一个现象。是，所以说我们要如何保护好我们的一个听力啊？一般来讲的话，在这个噪音的伤害，它直接这样传导进去的话，如果说是它。 太大声了，比如说像一般来讲的话，嗯，在台湾民俗里面很重要，比如说庙会啊，有时候会放鞭炮，有些时候突然这种爆炸性的伤害的话，是有可能在外耳，甚至于在中耳，在耳膜的部分，它就立即性的产生一个破裂的一个方式。当然，这是比较极端的状况。那如果说是比较常见的情形的话，最常见的就是环境噪音，比如说喇叭播的太大声，音响太大声，或者是有一些朋友他们喜欢在外面唱歌，然后他声音调的太大声。 一般的这样子的一个安静环境之下交谈的话，大概就只会落在三四十分、四五十分贝。到了街上就可能到七八十分贝，稍微吵杂一点的地方，可能就是到八十几分贝以上。那一般的公认的标准，如果说是到八十五分贝到九十分贝以上的话，经年累月的累积，大概慢慢的就会对神经系统造成一种冲击，慢慢就会产生永久性的伤害。 那对伊法族人来说啊、哦，他随着年龄的增加啊，听力是逐渐的减退哦，在听力的部分的敏感度啊、哦、也是会下降。所以，当我们发现呢有听力问题的时候呢，我们应该要如何来做处理？是的，呃，因为人的功能来讲，随着年纪的增加，一定是慢慢的在减退的哈。所以，就算没有任何疾病或者是外来的冲击状况之下，听力都可能会慢慢的就越来越听不清楚，需要更大的音量才听得比较清楚。 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第一个，你当然就是要寻求医师的协助，因为你要要知道一个正确的数字，这个数字是不是真的音量要放大，你才可以听得比较清楚，它真的是不是影响到你语音的一个解析度，我听得懂，但是要听得清楚哦，要知道你字的意思。那另外一个是，如果这个增推经过医师的确认，已经确认 那个时候要怎么样去把外界的东西去把它放大，或者是周边你有什么东西可以辅助的，可能就是简单助听器的方式，可能就要与专业的一个听力听力助听器的一个厂商，他们提供合格的一个助听器来提供这样子的一个服务啊。当然这个东西要经过一个很专业的一个试戴的一个过程中，符合你的需求，不只是功能，还有你是不是能够合适的去操作一个合理的一个助听器的一个开关啊，音量的大小。 达到最理想的一个生活上面的功能的一个进步。那依法族呢，除了听力问题之外啊，另外一个部分就是眼睛的部分啊。那主要呢就是一个白内障的问题啊。那对于老年人的白内障来说哦，通常他们看到以下都是雾蒙蒙的一片啊。那黄医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现象？嗯，白内障其实就是我们眼睛里面的一个构造，叫水晶体的浑浊。那水晶体的位置就在这里，它其实在眼睛的里面，就像一个镜片一样的东西。 那我们在出生的时候，它是一个很清澈的构造，但是随着年纪，它会有一点退化，然后开始变得混浊。所以你可能会感觉，你看东西出去，就像窗户上有雾气一样，觉得看的不是很清楚；也可能就像眼镜上面有一些污点的感觉，大概是这种模糊的感觉。 那就是说白内障呢，从外观上呢是似乎看不大出来哦、喔。对。那最主要的问题啊，就是它视力减退的一个部分哦、喔、是。所以除了视力减退之外呢，还有哪些的症状是白内障的一个现象？嗯，白内障除了视力减退以外，还有就是像呃会感觉到怕光，那觉得看东西觉得很刺眼，那也会觉得看东西的颜色好像没有那么鲜艳，感觉比较暗淡一点。然后也常常会觉得，哎，眼镜的度数怎么一直变来变去，什么？ 配几天又要换了，一直都看不清楚。那还有就是有可能会觉得看东西会有叠影，就以前他小时候都不会叠影，现在看东西怎么都两个影像重叠。那看书的时候也会觉得光线需要比较亮，他才能看得清楚。那再来就是夜晚的时候视力也会下降，变得比较差。 那就是说，在治疗上来说哦，碘眼药水哦，其实是在延缓说板栗这样一个严重程度哦，但是最主要的方式呢，应该还是手术吧。所以就手术的部分呢，会有怎样的一个方式？呃。 一般来说，白内障如果他的视力仍然很好的话，那可以先不用手术，可以观察。那这时候呢，就可以点一些预防白内障恶化的眼药水，然后让他就是嗯保持，看他的视力是不是可以保持在嗯很好的情况下。那如果他视力变得比较差的话，生活也受到影响，那就可以跟医生讨论是否要进行手术来恢复视力。 那最重要的就是不要让白内障，嗯，一直放置过熟。那这时候的话，手术的风险就会大增。那如果需要手术的时候呢，我们有哪些的手术方式可以做选择？那我们现在手术呢，主要的话就是呃超音波乳化术。那现在超音波乳化术的伤口大约大概可以小到一点八厘米，所以一般来讲也可以不需要缝线。那呃也不需要麻醉。那我们只要。 点眼,眼用型的麻醉药水，那就可以进行手术。那过程中其实病人都很清醒，但是但是并不会感觉到疼痛。那任何手术都有它的并发症跟风险哦。对，所以就白内障来说，它有哪些并发症？还有说在哪些情况之下呢，会增加它并发症的一个机会？ 是，呃，白内障手术现在的并发症其实几率很低，但是很少数的情况还是有可能产生像感染，或者在手术中出血，或者是呃术后呢，有的人会角膜水肿一阵子，那后来不然就是有的人眼压会高起来，也大概是几天。那呃，也有也有一些病人对手术中的一些可能是器械或什么过敏，所以它会产生一些发炎的情况。 那再来就是有些病人呢，他是属于高风险的族群。那这些病人就像是最主要就是白内障过手的人，他的手术就变得呃困难，就会增加。那再来就是有些病人是开过视网膜剥离，那这样的病人他的白内障会比较早期出现，那他的手术也会风险比较高。那再来就是高度近视的病人，因为他眼轴很长，所以他开刀的风险也会比较大。那其他像青光眼跟红彩炎的病人，他也有相对的风险存在。 好的，那在这一阶段当中呢，我们针对于听力的保健部分，以及白内障的手术以及症状上呢，为大家做一个说明。那至于白内障手术的时候，人工水晶体该如何选择，以及在听力上的问题呢，我们在下一个阶段为大家继续做说明。先稍作休息，我们待会回来。 欢迎回到乐活医学堂，在上一段节目当中呢，我们对于白内障的手术部分呢，为大家做一些说明。那当然，白内障手术呢，也牵涉到人工水晶体的部分哦。那为什么是说有些人在手术之后呢，他必须要佩戴老花眼镜，但是有些人又不需要，是不是跟人工水晶体的种类有关系？那我们应该要如何选择适合自己的人工水晶体？嗯，是。那我们人工水晶体晶体的话，一般来说就是。 呃，白内障手术，健保局本来就有赠送一片健保的片，那这个是一个球面片，那球面片的话，它到了晚上，因为球面相差的关系，它会稍微比较模糊一点，所以现在有一些自费的水晶体可以选择，包括呃像非球面片，它就是在夜晚的时候视力会比较好。那再来就是有散光片的话，它就是如果呃病患本身就有一些散光存在的话，散光片就可以帮他矫正掉散光，那他术后就可以不用再戴眼镜矫正他的散光。那再来就是。 是多焦点的镜片，那多焦点镜片就是它在啊、呃、镜片里面有看近看远的功能，所以你在术后呢，你就可以不用戴老花眼镜。那除此之外的话，我们的镜片还有分白色跟黄色的。那黄色的话，它就是呃它可以过滤一些啊、呃、有害的短波长的蓝蓝光，那这种可以保护我们的眼睛。那再就是嗯。呃 有些人为什么需要戴老花眼镜？就是因为我们一般的水晶体呢，它是单焦点，它就是看远方，所以近的话我们其实会看不清楚。那所以呢，多焦点的话，它就有看近的功能。但是多焦点的镜片它也有一些啊、呃、它的限制，例如。 因为它到了夜晚，它会有很多绕射圈环出现，所以你会看觉感觉看东西都很多炫光鬼影。那还还有就是，如果你的散光大于一百度的话，你戴这种镜片可能会更模糊，所以并不是越贵的镜片就越适合。 嗯，每个病人这样子，所以要依照个人的情况来选择适合自己的一个人口水晶体哦。<好是 S 2> 那对于手术之后呢的照顾也是很重要的，它对于预防那个和并发症来说也是一个关键点哦。对，所以对于术后呢，我们应该要如何来自我照顾呢？呃，手术的话，呃，手术后最重要的就是预防感染，因为感染的话就会让我们的视力真的受到很大的影响，所以一般我们会告诉病人。 嗯，最重要就是你啊，两个礼拜都不要碰到水，水不能跑到眼睛里面。然后再来就是，如果你有疼痛模糊的情况，一定要马上回到医院来给医生看。那再来就是，也不要太激烈的去运动，以免水晶体在它还没有稳固之前，然后又可能有一点移动这样子。那在保养方面的话，我们可以就是因为开完白内障会觉得眼前一亮，就是哇，突然大放光明，但是可能会觉得有点刺眼，所以可以戴上老太阳眼镜。 可以遮蔽一些阳光，然后会觉得呃光线比较柔和，比较舒服。那如果说那个 <對 S 2> 我开完白内障之后呢，<好 S 2> 我睡觉上呢有没有一些差异啊？比如说我开左眼，<對 S 2> 我可以往左侧躺，还是应该往右侧躺？嗯、那另外一个部分是说晚上睡觉我很不自主的、<對 S 2> 不自觉的会去揉眼睛哦、喔。嗯、那这个部分呢，我应该要如何来做预防？嗯，睡觉的话那往哪边躺都可以。啊，其实低头也是没有问题的。那只是大家动作就是小心就可以。那揉眼睛的话。 呃，因为会觉得伤口可能会有点痒痒，所以怕在睡着的时候不小心去揉眼睛，所以我们会建议病人在手术后要戴着眼罩睡觉，戴至少两个礼拜，这样可以预防呃因为揉眼睛而造成感染。好。 那除了说白内障会造成我们视力模糊之外啊，是，另外还有没有其他原因呢？其实也会造成视力模糊的一个现象是、嗯。是，其实我们呃除了白内障以外，还有很多眼睛其他方面的原因都有可能让我们视力模糊。例如，其实很单纯的干眼症就可以让你觉得哇，看东西都不清楚。那这时候我们可以给予一些人工泪液啊，或者是一些玻尿酸的一些凝胶，帮助啊、呃、眼睛的滋润，那你就会觉得比较清楚。那例如。 啊，还有一些病人其实单纯他就是近视远视而已，他只要戴上眼镜，他就可以看得很好。那再来就是有些人他是黄斑部病变，那这个的话，可能他的症状就是他的中央的部分会感觉扭曲或者是黑黑的模糊在很中央的地方。那这个都都需要来就是医院做一些黄斑部的彻底检查。那其他还有很多可能像角膜的问题啊，有些人角膜有结疤，或者是呃他视网膜有呃重。 中风啊，或者是视网膜有玻璃呀、啊，还有很多情况都有可能让呃视力产生模糊的情况。好的，那刚刚就是说对眼睛的部分呢，我们有做一些说明。那大家希望能够呢有一些了解哦。那依法做另外问题哈、哦，我们回到了听力的问题这个部分哈、哦。那我们知道哈，洪主任，听力问题呢是慢慢的一个是在一个阶段当中哦。如果突然发生呢，听力听力有下降的情况之下呢，我们应该要如何来做处理？ 对，尤其是我们的英法族的朋友来讲，要特别注意耳耳朵耳朵，耳朵如果突然听力有产生丧失的话，有一个可能叫做突发性耳聋，或者是有一个俗称叫什么耳中风。所以，如果当您的这种听力减缓，不是渐进式的，是突然有一天你醒来，你就觉得有一边，甚至于两边都开始听不太清楚的时候，看电视的声音怪怪，或讲电话声音怪怪的时候，那个时候一定要提高警觉，有可能就是产生突发性耳聋。 当然，当然有提过，有可能就是声音传进去的时候，任何一个地方出问题，都有可能会造成突然就塞住。所以有些人会分不太清楚，他可能就会觉得说，诶我可能只是一个耳屎卡住，这是小问题，可能就不以为意。可是有些时候要临床上面做区分是很困难的。所以一般来讲，我们的建议就是，如果产生了突然性的这种耳聋，突然就听力变得很不好的时候，应该还是要立即去就医，马上看看是不是所谓的耳朵的一个急症。 那就是说，那如果我发现我家中的长者啊，我在跟他说话的时候，他好像不太理睬我，好像没有听到我在跟他说话，或是说他开电视的声音啊越来越大声，或者说自己讲话本身也越来越大声哦，那这个部分呢，是不是跟这个老年人的退化有关系呢？是的，如果刚刚讲，如果说不是属于突发性的话，那种退化性的话，可能就是一个慢慢的过程中，你慢慢注意到家里面的一些长辈，他看电视的声音要越转越大，或者是你跟他讲了，所以你必须要。 讲的比较大声，或讲的比较多次，他才会有足够的一个反应，还给你回应。如果是这样状况之下的话，它是比较像是渐进式的。另外一个当然是，如果说是家里面的这种年纪比较大的朋友里面，他本身有一些慢性的疾病，像刚刚讲这种退化的话，多少也受到身体整体的状况变得比较不好影响。比如说他有三高的问题，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的问题，当这类问题是他的潜在的因素的时候。 都有可能会造成他的听力会比较早开始会发生，所以当注意到这样的现象的时候，或许就可以带着家里面的长辈到合格的一个听力检查的一个医疗的院所来做一个详细的评估。那耳朵呢，除了说负责听力的部分之外呢，是不是跟我们身体的平衡也有关系？那这个部分可以给我们做个说明。是的，刚刚有提到内耳的部分来讲的话，一个长得像瓜牛一样的结构，所以里面的一些结构基本上它也负责了跟人的平衡有点关系。 有点像是那种电子的那种设备里面都有一个陀螺仪一样的一个方式。那通常来讲的话，人的平衡系统的话，内容会给我们一个很强烈的讯号。当然还有另外一部分的话，包含了眼睛哦，我们要看一个东西看得清楚也很关系。另外一个就是本体感觉，本体感觉就是我们眼睛闭起来的时候，我们手伸到什么位置，我们大概会知道我们大概到了什么样的位置。 身体会给我们一个回馈的资讯，这些全部将加起来，经过脑部的分析的话，就可以让我们维持在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直立的一个状况。因为直立的状况需要一直去修正的姿势，所以这样子的状况之下，在老人家的话，这一些系统都有可能会，嗯、呃，慢慢的功能变差。比如说刚刚我们的眼科有提到这个白内障问题，视力受到影响以后，我看东西不清楚，我平衡一定受到影响。那内耳的部分来讲的话， 它的功能也可能会随着年纪的增加变得比较差一点，所以我的脑部接受这个内耳的平衡讯号可能就比较差一点，就没办法及时的做反应。肢体的感觉也是一样，老人家有时候他比较没有在开始去做一些运动的时候，他的肢体感觉各方面的感觉就比较差的时候，就造成了老人家为什么一个很重要的议题，他们常常没办法维持平衡，造成跌倒，还要避免后面的一些产生一些伤害，大概是这样。 那会有头晕的现象啊、哦，其实原因有很多种。那除了刚刚您说的以外呢，还有哪些原因呢？也会形成头晕的一个现象呢？最常见的话，还是属于内耳，因为内耳还是占了一个主要的，大概百分之六七十的因素。当然，这个时候如果眼科有明显的也看不太清楚的话，就要立即去评估，或者是本身它的本体感觉，因为它本身有糖尿病，它可能一些感觉变得很不好，那要做很好的血糖的评估。大部分如果说是因为退化造成内耳的疾病的时候。 可能都还是要仰赖在专业的一些仪器做一些合适的评估。哦，那我们在耳鼻喉科的部分，大多数一个合格的院所来讲，都有一个标准的一个内耳的功能的一个评估的一个检查的项目，甚至于还有比较完善的一个平衡功能的检查。这些就可以让你知道说，这个老人家的朋友他是不是真的内耳的功能不好，那个时候再来考虑用哪一种方式去给他加强，不管是药物的方式，或者是一些附件训练的方式。 那依法族呢？除了就是说，还有一个口干的问题哦、喔。那口干的问题呢？除了跟老化有关系之外呢，它还有什么原因呢？会形成它的口干的一个现象？是口干的原因其实蛮多，就跟刚才我们一样，在眼睛有所谓的干眼症，在我们口腔里面也会有所谓的口干症。这个东西大部分的原因可能是老化，有些人是药物的引起的，好，那有些人他是糖尿病。 那当然，少数的情形，他可能是一些免疫有点关系，有些疾病，这个免疫系统出了错乱，他去攻击他自己的腺体。整体来讲的话，这些病人他的口水量就是降低，是不够的。啊，临床上面会出现这样子的现象的话，其实蛮多老人家他们会反映出来，他晚上睡觉的时候就口干到一定要起来喝水，他才有办法去维持正常的一个睡眠的品质。哦，另外一个是他的饮食的功能就受到很大的影响。 像口水比较少的时候，其实一般人很难去体会，它大概有一些淀粉的东西，比如说像面包，就变得很难下咽，他会觉得很黏，会卡在口腔里面，那就会大幅度影响到他的生活品质。那如果是因为唾液腺发炎所引起的口干哦，对我们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影响？如果说唾液腺发炎引起的话，它的这种发炎常常都是渐进式的，当然少数人他可能是突然细菌就给他一个冲击，一个感染，或病毒给他一个感染。 但是很多时候，它这种是慢慢由自体免疫系统去攻击这样子的腺体，造成它腺体慢慢的变差。有些时候是经年累月，它不会在一瞬间马上发生，慢慢的就觉得说晚上开始起来要喝水的次数变多，了，或者是慢慢某一些东西吃的时候，刚刚讲就会开始黏住的情形就变得比较严重。在这种状况之下的话，可能就要怀疑这什么慢性口干这样的情形。当然，这样子的状况之下是可以到医院去好好经由一些检查来确定你的唾液腺分泌的功能是不是真的有。 降低了这种情形来确定一下，是不是真的有口干的这个疑虑？那我们如何来做检查？他就是说，如果真的是有慢性口干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如何来做治疗？是，一般来讲的话，如果说是有这样子的怀疑的话，第一个当然是症状是蛮重要的，我们要看看说生活上面是不是真的因为这样子受到干扰。那当然，以我们耳鼻喉科的医师来讲的话，我们直接观察病患的口腔，有些对于这个湿润的程度也会有差别，会感觉到主观的上面的印象。当然，如果说以抽血来讲的话， 有一些自体免疫的一些呃一些检验的一些项目，可以知道说你的自体免疫功能是不是出问题。当然，一个核子医学的一个功能的检查，一个叫唾液腺核子摄影的方式，它是可以直接去侦测你唾液腺的一个吸收的一个功能，还有它分泌出来的功能，这些都可以当做是一些佐证。那最重要还是要回归到治疗。有这样子的口干的话，最常见的治疗当然就是呃保守一点的话，就是叫你多喝水。 但是有些人他是没有办法得到很好的成效，所以要借助某一些特定的药物。那现在的一个比较新的一种治疗方式，因为我们知道唾液腺的分泌，它是经由一个特定的管道从嘴巴里面分泌出来。常常在分泌量不够的时候，就好像那个水量不够的时候，水管也会慢慢会有点堵塞，所以去做一点冲洗会有点帮助。那这样子的一个情形的话，就是合并了多喝水、药物的治疗，还有一个比较新型的，像图片上面看到，这个大家在显微镜下面来执行的一个。 新的唾液腺管路的这种冲洗的方式合起来的话，基本上都有蛮大的机会可以改善病人头口,口干的这样子的症状。好的，所以视力问题呢，跟地力问题呢，会影响英法族生活的一个独立性。同时，如果是视力问题的时候呢，也会增加他跌倒的一个危险性。所以，对于有这两方面的问题的时候呢，应该尽早的就医来做治疗。那今天谢谢黄医师以及洪主任的解说，同时也感谢您的收看。乐活医学堂，我们下周见。